男嘉宾小董，21岁，来自山西，餐厅服务。来，有请，有请小董，有请。女嘉宾小琴，37岁，来自河南，餐饮服务。来，有请小琴。欢迎两位啊，姐弟恋是吧？嗯，算是吧。算是吧啊，同事？嗯，上级。多久了谈恋爱？有1年多了吧。谈了1年多了。对。哦，谁先追求的谁？我先追求的他。哦，你知道他比你大那么多吗？知道啊。也知道，其实年龄对你来说不是问题是吧？我觉得吧，这个年龄真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啊。啊，只要说你真的真心喜欢他，应该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呀。啊，你了解他吗？嗯，在一块相处了很长时间了，也算是很了解了。也算很了。我问问啊，那他以前结过婚吗？嗯，结过一次。结过。有孩子吗？有一个。孩子多大？7岁吧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跟谁了？跟着他呢。见过那男孩吗？见过，我们在一块还待了有1个多月吧。还待了1个多月，跟你儿子处得好吗？他还好。今天谁要来的呀？他。啊，你要来干嘛呀？就是他平常就是说我这个小心眼儿嘛。小心眼儿啊？你小心眼儿？就觉得因为我平常上班的时候，他说我打扰他工作，觉得我做的一些事情在跟他的工作就是可能起冲突。你们俩不是一起的吗？是呀，但是我们做这个酒店餐饮行业，但是我们不是你是什么岗位？服务员嘛，就是领队嘛。那您呢？我是开了一家那个劳动派遣人力资源。哦哦，然后我是管人事这一块的，管那个人力调动。哦哦，等于是我上班时间少，我一般都是接打电话安排工作，嗯，都发工资干嘛的。哦，嗯，你嫌他打扰你啊？他说的情况是这样子的，因为我干我们这个餐饮行业的，在我手底下的人，因为有好几十个呢，我每天要接很多电话，要安排他们工作。我们这份工作他就是日结的那种，然后每天下班了还要都发工资干嘛的。然后比如说有些男孩子都是90后的嘛，然后我的头像是女孩子的头像，给他们都发完工资，他们会说都发一个默默的表情，会发一个亲的表情干嘛的。然后我也没在意，我说他们小男生嘛，你90后的，毕竟他们发就发了对吧。还有一些人他们会无中生有的，你打个电话说那个他美女，你去哪里上班的话我就去，你不去的话我就不去了。还有些人他们会说他谢谢你老婆怎么着的，会给我都开那种玩笑，但是我从来我都没理会过他们。而他会看到信息以后，他就会把电话他打给人家说你谁呀干嘛的，他跟人家吵，都会都骂人家。不是吃醋了是吧？不是，你想啊、就是、是不是吃醋了啊？可能吧，但是有些事情有些问题也是一种原则性的问题啊。你比方说你说你发工资你发表情什么我都不说什么了对吧，你但是你有些问题，你像有些人给你发一个啊谢谢老婆，你觉得你发这个合适吗对吧？那我打电话问他，我错了吗？确实谢谢老婆这事儿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做错呀，对吧？是我是给他打了，我也是我跟他吵了，但是有些问题我肯定是要跟他说明白的，对吧？你是我女朋友，不是他女朋友，他凭什么给你这么发呀？对对对，他们是小男孩，他发这条信息，我并没有理会他们。行，这事儿我们就放在这儿了啊。你当时怎么就答应他了呢？他也是个小男孩啊。因为当时吧，我们从事这个行业，跟我们做的人很多很多，然后。当时别人把他介绍到我这儿的时候吧，他当时我看他挺小的啊，看着长得也小，然后我就对他可能这种他照顾点有点多吧，因为他跟我干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对吧，是是是，你都是90后的、我都把他们都当成小弟弟去看待。你包括他们有时候比如说姐我那个我没衣服了你带我去吧，这个了那个了，我说行，然后我带他们去逛街去买衣服干嘛的，然后我可能是对他照顾的挺多一点吧，然后他可能就误认为是那个了。哎，你接受他了当时就？我当时没有，因为当时我才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这么说，他追了你多久？你答应他的？大半年吧。哦，这就难怪他看别人他得提防啊，那也是小弟弟啊，那也是90后啊，那也好可爱的，对吧？那也需要姐姐的关怀，对吧？我对每个人，你能理解他这个心思吗？我能理解，能理解啊。行，你们俩的事儿，双方父母都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还不知道的啊。他家里人知道你的存在吗？就是他孩子知道。
其他人呢？父母什么的？其他人，他妹妹知道。啊啊，他家里人不知道了。是他刻意隐瞒的，还是你们商量好先不说的？他回家很多次，我也跟他讲过。啊，我说我跟他一起回去，然后他各种理由就推脱我嘛，就说不让去，说你也就在这边好好上班，怎么着的？我说行吧，那我就上班吧，是吧？你们俩商量过未来吗？这个也想过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吧，这个他可能就觉得我年龄小，其实我就觉得年龄小不能代表什么。我从十几岁我就出来打工了，我觉得我没有太多的经验，但是最起码的生活经验我也是有的呀。我最起码我就是说我不能说把你照顾得太好，但最起码我照顾你还是可以的呀。你有考虑过你们未来吗？我考虑过，但是我对未来没有抱太大的希望。为啥呀？不看好啊？因为他年龄太小了吧。刚开始的时候吧，他对我确实特别好，像那个刮风下雨的时候，他会主动的，你打着雨伞他去地铁站你去接我，然后我上班的时候吧，有时候他会去送我，有时候晚上的时候，我比如说累了一天，晚上还要都发工资干嘛，忙到12点连饭都没吃过，然后我会给他打电话说我今天我还没吃饭呢，给我买点饭，你帮我都带过来，他说好。然后有时候我想吃什么，不管多远他都会给我带的。嗯，这个我很感激他，对我照顾得很好，但是他就是年龄都太小了，有时候办事各方面不太成熟。我就觉得他就一直想跟我分手，我的意思就是不想跟他分手嘛。哦，对吧？你分手的理由是因为他太小？是太小，还有就是由于我家庭的原因嘛。我21岁吧就没有我妈妈了，然后当时就是我爸把我们都带大的，我下边有2个妹妹，然后又遭了那个不幸的婚姻，然后单身很多年也没谈过，然后后来他对我也挺那个的，我也觉得这种爱也蛮好的，也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我说有个人帮我照顾着干嘛的，一个人在外面实在是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对呀。然后后来过完年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你回家一趟，我说行，然后我回家了。我爸他不是心脏做过支架嘛，还有那个大小手术，当时医生就讲了不能让他生气，不能让他干嘛，他都一直在催我这个婚姻的事，说你再成个家，你毕竟这么年轻对吧，一个人你单着，你在外面过的也特别不容易，你最起码你找个人帮你。然后我爸在家里给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你找个老家的，然后找个他比你大的，你最起码不再重复以前的婚姻。啊，然后我跟我爸讲，我说我找一个他比我小的怎么样，我说假设，我爸说不行，你找个小的，人家都还年轻，你都这么大了对吧。因为这个事儿，我大伯嘛，我爸我姑我姨我舅还给我上了一堂很深的课。他们的意思是找一个大的，找一个老家的。哦，我很难选择，我很难抉择，因为我不想让我爸他再生气，如果他再倒下的话我真的。啊，听明白了吗？我知道他之前也跟我讲过。啊，他说他家里边他父亲可能是之前也做过手术，他不跟他爸爸说我也能理解，但是我就觉得吧，你现在说这些应该有点还是觉得有点太早了，毕竟我能照顾你啊，你找一个年龄比你大的，你觉得他能对你孩子好吗？一样的呀对吧。我现在我跟你孩子在一起，跟你在一起，我对你好，对你孩子好，不能代表我对你爸就不能好对吧。这个问题我跟你讲过呀。你着急结婚吗？也想过，但是因为年龄不到嘛。喜欢这姐姐啥呀？我就觉得吧，就是刚开始嘛，就是她可能在她眼里边她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可能在我眼里边，因为我嘛就是从小可能十几岁开始我也是负气嘛，跟家里边赌气出来的。嗯，一直也没有跟家里边联系过。啊，然后呢就感觉自己想有个家嘛，觉得她对我挺好的。啊，我觉得我也挺喜欢她的，就开始追她的。啊，以前追她之前谈过恋爱吗？嗯，有过一个，也是比我年龄大的。也比你年龄大？对。后来为什么分开呢？他年龄比我大嘛，人家可能家里边也是不同意，家里边催他结婚了，然后回家结婚去了。我问一个那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啊，你们俩分手之后会影响他的工作吗？不会，我会把他当作小弟弟一样去看的。啊，当朋友。你着急再嫁吗？我想单身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着急再嫁的问题。所以那不就没事了？你们要喜欢就谈着呗，也没人说结婚，我是这意思。不是，
那样谈的话会影响到我家里的。你老父亲不是希望你嫁一个人，又没干涉你自由恋爱？不是，他想让我找一个他比我大的。你再说了，他家里人也不同意啊。他姐知道我跟他都是相处的，还有我的照片，还给我打过电话，然后还问过他的情况。然后过年之前我都跟他讲过，然后我说你都6、7年没有回过家了，对吧？你今年你回家里您看一下。然后他说我不回去，怎么怎么着的。然后2月14号的情人节那天嘛，我们都在一起上班，然后中间刚好都休息的时候，他姐给我打电话，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让小董回家？我当时我就懵了，我说不是我不让他回家的。然后他姐给我又发信息又骂我，你为什么勾着小董你不让小董回家？你那么大，你糟蹋我弟呀，干嘛的？他把我当时都骂哭了。我说真的不是这样子的，你问问他，他的家里都不会承认，你想着我家里你会承认吗？不是，我当时我知道这个事儿，因为我当时我也看见短信了，但是我后来我也给他打电话了，我说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你也不用管，你从来没有管过我，你为什么现在要管我呢？对吧？我现在基本听明白了，啊，两个沦落于天涯的人都需要一份爱啊，可能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，但是这段爱是不是一段爱情，或者说这样一段爱能不能让他们一辈子就这样相扶走下去，真的很难说。所以其实在爱中的两个人都很痛苦，是吧？你也挺痛苦的，是吧？就他对你还不错。对，他对我还好。你也挺痛苦的，你也觉得你们俩挺合适，为什么这么世俗，是吧？对。好，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沙老师，很多人都说爱情不分时间，不分空间，不分年龄，但其实有的时候面对爱情要继续再往其实不是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沙老师啊。来，白老师啊。我觉得小伙子，你觉得在你们两个人的这段情感关系当中，是外人看起来谁更占便宜一些呢？是他吧。会觉得他占便宜。对。嗯，确实是这样。但是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会去吃到亏的一个角色，他不仅吃亏，他还承担了一个很高很高的风险。你年轻，你青春，然后你还没有结过婚，所有一切的优势好像都把他把这个便宜给占足了。他要背负的是什么？是类似于你姐姐那样对他的愤怒，你耽误我弟弟，你把我弟弟吃了什么迷魂药？
他要担负起很多世俗的一些东西，甚至还有人会说他是不是用了金钱的手段等等，他要担负很多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上的这种压力，这个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。另外他不占便宜在哪儿？因为你青春你输得起，你们两个人这样的一种情感关系，我不认为它是爱情，但我觉得它是依恋的一种存在，依恋关系就是一种亲情的一种依恋关系。当然没有问题，任何走进婚姻的情感都不一定是爱情，有的是美好的依恋，也有其他的一些出发点，这些都无所谓。但是你青春，你在十年之后，当你从一个小男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，甚至15年之后，那个时候你也不过就是36岁，可那个时候他多大呢？他都50岁了。而那个时候你可以很潇洒地说，我要再找一个女人，我要有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凭什么别人能有的我没有，从小别人都有爸爸妈妈的疼爱，我没有，我就够亏的了，然后到现在我还不能拥有我自己的孩子，你很合理的要求，可是到时候你让这个女人情何以堪。所以表面上看，从现在看好像是一个，哎，你看这个女人命多好，真占便宜。为什么这个便宜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敢去占的？因为背后的成本大到我们可能真的无法去承担。我不认为这事儿是她占便宜的事儿。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她的所有的情感的矛盾和冲突，我认为都是非常能够可以被理解的。如果你要真的说我就是很爱他，我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生活的话，那唯有时间能证明，但是时间恰恰是他所不拥有的资本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，我觉得小琴就看您活得够不够勇敢，所以就看你自己，这个事儿没有任何人能帮你做到一个决定，你人生真的就得是靠自己去判断，自己去思考，你能不能承受你今天的决定所带来15年之后有可能高风险的那样的一个结果。如果你觉得你无法承受，那你就别贪恋现在嘴边上这口肉。如果你觉得你承受得了，人生怎么都是一场活，我就要活到一种很自然，很轰轰烈烈的，很酣畅淋漓的，那你就去享受。这个我觉得跟对或错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也不用为任何别人的情感去负责和买单。谢谢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白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一个20出头的男人跟一个人到中年的女人，刚才白燕仪说可能会造成的风险，说直接一点吧，如果你们继续往下走，就是青春期遇上更年期。刚才一直都在说世俗，好像谁都很鄙夷世俗，但世俗就是客观存在的，世俗就是现实。很多世俗的东西虽然听上去那么的不屑，好像和那种真挚的爱情和勇敢比起来简直不堪一提，但生活当中就是柴米油盐，所以说我们很难跨越，除非有真正的冲动和勇敢和爱情的燃烧才行，但你们显然不是。女生有2点可以证明，她不过是你那些小弟当中比较特别的那一个而已。当有一些小弟跟你说老婆，把你称之为老婆，你却不是特别感冒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其实你心里没有真正爱的人。如果你内心有一个非常真正爱的人，你会很介意其他的异性对我这种不尊重的称呼。我是个有男人的女人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称呼我？但你根本不介意，所以你心中没有真爱的人。其次，刚才你自己所说的，我一开始就跟你有言在先，我不会再生孩子了，这也不像是一个被爱情燃烧的女人说的话。如果你真的爱一个男人的话，即便人到40，我也愿意为了你，为了这份爱试一试。但你没有，所以你根本不爱他，他不过是你众多小弟当中比较听话、比较特别、比较需要温存的那一个而已。所以你也就更做不到像刚才白燕仪所说的，爱就爱了，不后悔，你做不到。
对于男生来说，只是想找一个停靠的地方，找一个港湾，你也没有考虑到在这段婚姻当中他可能会遭受到的风险。所以我依然要回顾那段电影台词，跟他们一样也是相差16岁的，那是真正被爱情冲动，被爱情燃烧，死也要在一起的那种年龄相差特别大的恋情。女生对男生说，我特别后悔，弟弟，我没有在我最好的年华遇上你。男生说，错，姐姐，遇上你就是我最好的年华，我们就要在一起，那才行。但这样的爱情很少，你们不是。但既然我们不是勇敢的那1%，但我们一定要做真诚的99%。就这样。谢谢老师。听明白了？听明白就好了。坦诚相见吧，揭底时间到嘛，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其实我觉得吧，几个评委老师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是我还是坚持我自己心里边的想法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能跟你分手，我还想跟你在一起，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。这个对你的照顾还是依旧一样的，我不会说对你以前的好再少一点，不会的，希望你再考虑一下。谢谢你对我的好，反正我对咱们俩的未来真的我心中疑虑很大，我还是希望你找一个和你年龄相仿的，就是你家人可以接受得了的，真的，祝你幸福。哎，非要用这么一种方式来宣誓，不如在生活里面一狠心就散了，多好。行了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回去吧，小伙子。好了，我们看了一段这个跨年恋啊，女方大男方16岁，有一方或者说现在两方其实都有向前走的一个意愿和欲望，有人没有勇气想放开，其实放开也就放开吧，我倒觉得不应该选择这样一种方式，因为这样一种方式对一个21岁的青年人来说稍显残酷了一些，不如在生活里给到就算了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，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，边看边聊，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天津 IPTV 网络电视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。欢迎大家登录优酷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、乐视视频、 PPTV 聚力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。来。